李中田、王红，我们去吃午饭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吃午饭。我今天也太忙了，所以也没时间。我们明天去吃午饭，好不好？我明天很忙，上午10点上中文课，中午跟我哥哥吃饭，下午我们都上日文课，恐怕没有时间。我明天也比较忙，可是我可以跟你们吃晚饭。 你们明天下午下课以后有时间吗？我有时间，5点怎么样？因为我明天下午下课以后见朋友踢足球，所以5点不可以，7点好不好？太晚了吧？我明天下课以后也踢足球，我还有很多功课。不晚，我们都有功课，先吃晚饭，再做功课也没问题。对，没问题。那好吧。 李中田，你明天也跟我们踢足球吧。我喜欢踢足球，可是我不认识你们的朋友。认识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学。好，几点踢足球？4点一刻。可以，那我先跟你们踢足球，7点吃晚饭，吃完饭以后做功课。好，我们3点半下课，4点一刻踢足球。 7点吃晚饭，8点半做功课，可以吗，王红？可以吧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明天下午见。明天见。